各位观众，常常有人感叹，现代文明社会，人们的生活越进步，心灵反而越空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所以很多人想借助种种的宗教以求得心灵的寄托，也有很多人想学佛，但是因为对佛教缺乏一种正确的认识，所以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所误导。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请到了当代佛教高僧净空法师，在节目中为我们详细的开示佛教的真正意义，使我们对佛教的本来面目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净空法师早年追随方东美先生学习哲学，后来又受教于张家大师以及李炳南大德学习佛法。法师26岁学佛，32岁出家，讲经说法至今已经40年了，足迹遍及海内外，尤其是以新加坡、美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等地，法缘更是殊胜。法师通宗通教，说法深入浅出，契机契理，深得说法三昧，而近年则是专修专弘净土法门，与世界各地提倡成立净宗学会，作为弘扬和修行净土的道场。法师您好。你好。我想首先请教法师，这个佛教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宗教呢？而且它跟其他的宗教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话长了。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给我们中国孔老夫子非常接近，所差别的是孔子在当时确实是想求得一官半职啊，发挥他的学术，而释迦牟尼佛呢，他本身是王子啊，他能够摆脱王位而专心来从事于教育工作。那么由此可知，教学确确实实是国家社会的一桩大事。在中国古典，像《礼记》《学记》里面就讲得很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国家，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工作。所以孔子一生从事于教育，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佛法是教学而不是宗教，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那么在我们现前呢，佛门里面称呼也能够看得出来啊，譬如我们称佛为本师啊，本师就是创始的老师，根本的老师。这个习惯上啊，我们称出家人为和尚，和尚是印度话，他的意思是亲教师，就是他亲自指导我的这个老师，我们才称和尚。所以和尚与我们学习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和尚也不一定是出家人，在家人指导我们，
那他也就是我们的和尚。啊，譬如我过去求学，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十年。哎，他老人家是在家居士，那对我来讲呢，他是我的和尚，所以我称他为和尚，因为他亲自教导我。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和尚是个通称，啊，不论是男女老少，也不论出家在家，啊，法师也是个通称。如果称比丘、比丘尼，啊，这个沙弥、沙弥尼呢，这决定是称出家人。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我们听法师这么说，这个和尚不一定是出家人才称和尚，对啊，那么就是道法自修行的自家在家人也是可以成为和尚的，和尚新教师，对，和尚是他学生对他的称呼，哦，学生对他的算是尊称吗？啊，是尊称，很尊称，就像现在学校里面指导教授是指导，啊，他亲自指导我的，他不直接指导我的，我跟他没有这关系。是啊，通常我们称法师，不称和尚。那么称和尚非常亲近的一种，非常亲切，非常亲切。法师，刚才您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它是一个教育。那么佛教既然是一种教育的话，它的内容都有哪些呢？而且这个佛教它的教学目标又是什么呢？佛教的内容啊，非常广泛。儒家教学我们已经觉得它非常广大了，它始从胎教一直到圣宗追远，可以它是圆圆满满一世的教育。而佛法的教育呢，比它还要广大，佛法知道一切众生呢，有过去时，有未来时，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这个从时间上来讲呢，是无际的；从空间上来讲呢，佛法知道这个宇宙非常之广大，不仅仅啊是我们这一个地球，啊是一个星系。而佛在经论上常讲，像这样的这个星球星系在太空当中是无量无边的。因此他的教学内容啊，可以说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是他教学的内容。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智慧呀，应当对于整个虚空法界都应当彻底的明了，不但对现前事情要了解，对于过去未来也都要明白。那么这些事情能做得到吗？啊，尤其是过去未来我们怎么能明了呢？佛法说能。啊，他说为什么能呢？因为这个能是我们的本能。啊，不是从外面学得来的。啊，那就要说明啊，探讨啊这个宇宙啊生物的起源。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全是自心变现。所以他教学的中心，实在讲呢，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只要你达到这个境界，那么这一切事理你当然就明了了。因此明心见性呢，是佛法修学的中心啊。那么这个不论是禅宗啊，或者是教下显教密教啊，只要是大乘佛法了，都是以这个为中心啊。但是各宗派呢，他们的名词术语不一样，而事实啊完全是相同的啊。比如在宗门里面叫明心见性，在教下叫大开圆解，在密宗啊叫三密相应，在净土啊叫理一心不乱。这名相不一样，其实是一桩事情。哎，这个是他教学的中心。是，还有法师请教，在这个佛教方面，是不是还分一些传统的佛教了、宗教的佛教、学术的佛教，以及比较不入流的邪门外道的佛教，是不是有这些个分类呢？啊，这是晚近产生的现象。是啊，是讲传统啊，
那是教学啊，那是私道啊。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兴起，大概1000年之后啊传到中国啊。那么在这个东汉的时代是啊，这个历史上记载是汉明帝永平十年，也是公元67年啊，这是正式啊接受中国朝廷聘请过来的。那么到中国来之后，他们带来了佛像，带来了经典，给中国朝野接触这一谈之下了，我们就非常契机啊，在中国人非常欢迎，因为这个教育跟儒家教育在基础上来说呢完全是相同啊。中国传统的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而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有许许多多这个基本的观念呢完全相同。而儒家只讲到原则，佛家则讲得非常透彻，非常详细，确实跟中国这个儒道能够相辅相成，所以被中国朝野热烈的欢迎，这样就把它留住了，而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远远超过了印度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这传统的教育。是那么佛教发展到唐朝时候就形成了正规教育了啊，这个丛林制度。丛林制度实在讲就是现在的大学的教学啊，把它有组织啊这种方法，所以丛林的这个制度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也就是在中国正式创办了佛教大学。那么丛林里面它里面的分这个工作的分配跟现在的大学完全相同，丛林的主席就是大学校长啊，它里面有首座和尚，首座呢相当于教务长啊，他有维诺，维诺相当于训导长啊，他有建院，建院相当于总务长，所以跟现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工作分配完全相同，只是这个称呼不一样而已啊，工作的性质都相同，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学术机构啊，而与宗教实在讲完全不相干。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在著述里面看到有宗教，佛教里面有宗教这个称呼，和这个宗教称呼跟现在社会上讲的宗教完全不一样。那么佛教讲宗完全指禅宗啊，我们称宗门，禅宗以外的各个宗派呢就像一个学校的院系一样啊，它分10个宗派就好像分10个学院，除了禅宗称宗啊，其他的这些学院都称为教啊，所以叫宗门教下。那么用宗教两个字把整个佛法了都包括了，是这个意思啊，与现在这个一般人讲宗教观念呢不相同。现在好像一般人总是把佛教跟这个迷信呢画上等号啊，那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也请法师给我们大家这个做个保证好吗？佛教的宗旨是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够达到利苦得乐。佛告诉我们，众生苦难，许许多多的苦难，苦难从哪里来的？从迷啊，迷什么呢？迷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本人，换一句话说，你迷失了你自己，迷失了你生活的环境真相啊，于是你的想法看法就有错误，想错了看错了，那你就做错了，做错了一定有错误的那个果报现前，那你一定要承受啊，所以这个不是别人给你的，是所谓自作自受。所以佛教要想达到利苦得乐呢，一定要做到
破迷开悟啊，真正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生活环境的真相，问题才能够彻底解决。是，当然要达到这个境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刚才法师您说佛教其实是一种教育，它跟这个学校的体制内容其实完全一样的，有训导，有教务，有总务啊。那么一个想学佛的人，他到底应该从何处着手呢？这个问题，佛跟我们中国古老的教学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一定要从亲近一个好老师着手。这是佛法讲亲近善知识啊，佛在经典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啊，你要想修学佛法，接受佛教育，一定亲近名师啊。这个名不是知名度高的名啊，是个光明的名，明白的名啊，就是真正的有道德有学问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你亲近他，你才能够真正学到佛陀的教导。那么您说这个亲近一个好的老师啊，是不是也就我们一般俗称的皈依，跟这个是不是相关呢？这个也不能完全相关啊。这个皈依是这个学佛必须要的一个阶段啊。皈依的意思是好的老师，所以我们一定要亲近一个好的老师啊。好老师把这个佛法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传授给我们，这个叫做皈依啊。皈是叫我们回头，一是依靠，从哪里回头？回头呢？我们过去迷惑颠倒，邪知邪见，啊，身心呢一切污染，这严重的污染，是啊。所以这个皈依者就是叫我们从迷回头，要依觉悟；从错误的知见呢，这个回头啊，要依正知正见；从一切污染回头啊，依清净心。所以啊，这个是学佛基本的条件，你一定要从迷邪染回头，要依觉正净。迷邪染是自己，觉正净还是自己啊。所以这个真正皈依是皈依自信三宝，这个觉正净就是三宝。是是，还有一般人也有所误会啊，就是皈依到底是皈依一位这个亲近一位这个法师的好呢，还是这个皈依越多越好啊？这是错误观念，是完全错误了。皈依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法师，也没有很多的法师。是啊，这个皈依者只是把佛教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传授给你，教给你，是这个叫皈依。所以皈依是皈依自信三宝，不是皈依外面的人。甚至连释迦牟尼佛都不相干。你说我皈依释迦牟尼佛了，都是个大错误，哪有这个道理呢？那释迦牟尼佛没有说你要皈依我了，没这个话了。是啊，所以佛教你要皈依你自信觉，觉就是佛宝。所以佛这个意思是觉悟的意思。皈依佛就是要以觉悟。用现在普通大家 好懂的话，你要依理智，不要感情用事啊。理性就是觉，感情就是迷。是啊，叫你皈依佛，就是叫你处事待人接物，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理性，不要感情用事，那这就叫真皈依了。你说这个理性跟感情，与佛与法师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是，完全自己。如果我们是皈依某一个人，这是错误的，是绝对是错误的啊。所以人这个老师是代表僧团啊，来把三皈传授给你啊，你是皈依整个僧团，那哪一个善知识都是我的老师，不能认定的一个啊。这个你的心量才广大，你的这个分别执着才能够突破，是啊，你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但是学法呢，一定要跟一个老师学，这是我们初学，一定要跟一个老师。一个老师他教你是一条路，两个老师就变成两条路，你就困难了。那三个老师就是三岔路口了，你就无所适从了。是，所以最初的修学，五根佛的教导啊，都是一个老师，啊，跟学一家之言。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广学多闻呢？你的智慧开了，就是你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邪正，这个老师就开心了。你的智慧开了，他一定放你出去参学，广学多闻。但是你还没有这个能力，那你一接触啊，你的麻烦就来了。是，你不晓得往哪里走了。这个时候，老师一定保护你，不让你出去啊。他要培养你这个能力，这个是这个老师他有责任，他有义务。是。我们知道在佛法修学方面呢，也是非常广大浩瀚的啊，是不是也请法师为我们在这个开示一下，这个佛法修学的科目方面有哪些好吗？佛法的教学在本身上它分为五个阶段，就像这个世间办学，由浅而深，循序渐进。经典里面记载的佛最早啊所讲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这部经是佛在定中所说的，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大菩萨，不是普通人。佛在这一次可以说是将宇宙人生的真相全部都说出来了，当然内容啊是非常非常的广博。这部经一直到佛灭度600年之后，有一位龙树菩萨，他从龙宫里面看到完整的华严经，数量之大了是很难想象的。龙树菩萨看了之后啊，这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所能够接受的啊，就是它太大了，分量太大了。那么他看到全本，再看到中本，又看到下本，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全经太大了，那么有记录的本子啊，记录还是很广啊，那么再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本子啊，他看了之后啊，看到最简单的这个下本华严，这个认为这个本子我们世间人可以读诵，可以接受，所以就把它传到世间来了。一直到以后啊，传到中国，中国人把它翻成中文，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而这个经呢，实在讲啊，是《华严经》的提要，正如同中国的四库全书，大家晓得，这个四库全书浩如烟海呀。可是四库啊有目录提要，那个分量就少得太多了。那么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华严经呢，就像四库目录提要一样，它不是完整的经本，它是目录提要。即使是目录提要啊，也不完整。几乎
我们只有原本的二分之一，另外二分之一非常可惜失传了，散失了，连这个原文呢现在也找不到了。可以说华严最完整的本子现在是中文的一本，非常之可贵。那么佛从定中出来之后啊，这就是说完他自己全部所证的这个境界之后，那么要是其这个世间人众生的根性啊，这才是在上半小学啊讲这个阿含经，由阿含呢再提升到方等，就好比是中学，由方等再进入般若，般若好比是大学啊，般若讲的时间最长，讲了22年。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总共讲经说法49年，49年当中用22年时间来讲般若，我们就了解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是它主要的课程啊。那么在现在中文经典里面，般若经呢分量也最大，总共有600卷啊。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好比是研究所回归到华严的境界啊。那么由此可知，他讲经说法了，他是有次第的，他有他的善巧方便。是，还有法师，我们知道在佛法修学方面的五大科目当中，好像有什么三福，有六合敬，有三学，有六度，有十愿，这些我们都不太明白，是不是请法师一一的为我们做个开示好吗？那么这是讲到个人的修学啊，刚才我们是讲的佛的教，这个教学啊，教学它分这5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里面呢所讲的经论呢都非常丰富啊。这个个人修学，那佛给我们讲的很明白啊，从哪里学起呢？从三福学起啊。三福是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啊，这个实在讲是太重要了啊，跟儒家教学的思想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啊。佛讲地福啊是人天福报，换一句话说，你要想做佛做菩萨啊，在这个地方呢诸位必须要清楚，做佛做菩萨了就是做一个明白人啊。佛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所以做佛做菩萨呢不是去做神仙的，这个要搞清楚，做神仙就变成宗教了，是一个做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人啊。这种人呢就叫做佛，就叫做菩萨。佛是圆满彻底明了了，菩萨是明了但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比佛那个智慧明白还差一等啊，他都是个明白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佛教的教义啊，不至于产生了误会啊。所以做佛做菩萨了是我们应当祈求的，我们应当有这个愿望啊，就是做一个明白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啊。凡夫是个糊涂人，佛菩萨是明白人，这样说呢大家就容易懂了啊。那么佛教导从哪里做起呢？从孝顺父母做起啊，这个跟儒家这个教导完全相同啊。所以第一福啊就是人天福报，我们先要把人做好啊，你才能够学佛了。人天佛里面呢佛说了4条，第一孝养父母，第二是奉事师长，第三是慈心不杀，第4条修十善业，这个是做人。学佛大根大本，这个孝这一个词范围是无限的
甚广，特别在中国文字里面，啊，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里面所没有的，这是我们应当啊要尊重，也是我们值得自豪的。我们古代这些祖先们对于后世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啊，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如何传给后世的子孙，用什么样的工具，他想得太周到了啊！这个文字就是传递智慧经验给后代的一种工具，而这个工具充满了智慧啊，这是在其他国家民族文字里头所找不到的啊。孝这一个字是会意啊，在中国这个文字这个制作啊，它有六个原则，我们称之为六书啊，六个原则，这是六个原则其中的一个叫会意。你看了这个符号，体会它的意思啊。那么这个符号啊，它上面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你去体会啊。这个意思是上一代跟下一代啊是一体，这个孝的精神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所以现在外国人讲有代沟啊，代沟就是不孝了啊，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脱节了啊，那就是不孝啊。那么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这才是一个真谛。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这个意思多广啊。所以中国人纪念呢祖宗，几千年的祖宗啊，我们还在怀念，还在祭祀，这是外国人怎么想都想不通的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儒家跟佛法了教学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换一句话说，所谓成佛了，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个孝道做到圆满，就成佛了。整个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教孝道。是的，听了刚才法师的开示之后，让我们了解到，其实整个的佛学就是孝道，孝道在整个佛法当中所占的地位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法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佛法当中，六合敬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是不是也请法师对于六合敬也为我们做一个开示好吗？六合敬是佛教给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团体当中应该要修这个做到的态度啊，也就是教我们如何跟大众相处的原则。那么这叫六合。第一条呢，讲见和同解，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彼此要建立共识啊。我想诸位都能了解，这条太重要了。谚语常讲，家和万事兴啊，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如果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想法、共同的见解、共同努力的方向，这个家庭当然会兴旺。那么一个国家呢，也是如此。所以建立共识啊，是现在每一个团体啊普遍的都在讲求的。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戒和同修，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要守法啊，戒就是法律，就是规矩啊。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守法，国家有国法，家有家规，公司行号也有章程，
人人都能守法，人人都能尽分呢，这个事业才会能够兴旺。后面的这个三条，所谓身同住啊，这个口无争，意同悦，实在是讲彼此在一块和睦相处，就是这个意思。末后一条也很重要，叫利和同均，也就是说在物质生活方面呢，如何能够达到均平啊，而没有差距，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共产制度啊，实在讲是一个理想，是很难达到的啊。是。那么如果讲到这个制度呢，这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谈到利和同均呢，那就是共产制度啊。所以佛法真正是它是民主、自由、开放、共产，是啊，这是人类高度的一个理想。那么在佛法修学方面的三学，所谓这个戒、定、慧啊，戒刚才法师说就是所谓的法，那么定跟慧又是怎么解释呢？三学是佛法教学的中心，也就是佛教的课程虽然多啊，这个经典就是教科书啊，虽然多啊，它有个中心的理念啊，决定不会违背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戒定慧，称之为三学。可以说是任何一部经典，无论大部小部，你展开来说，这三个理念一定都具足。可是它偏重在哪一方面呢？那个不一样啊，有的偏重在戒，有的偏重在定，有的偏重在慧啊，它的确是有偏重，但是一定啊都说到的啊。所以戒学广义的讲，就是要有方法，无论做什么事情，它一定都有方法有程序，你一定要遵守啊，你不遵守方法了，你就收不到好的效果啊。所以这个持戒，用现在的话来说，守法的概念，守法的精神，要唯有守法呢，你的心才能得到定啊。所谓定呢，就是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不会说人云亦云，你心有主张啊，心有主宰啊，这个就是定啊。从定呢就开智慧啊，你有主宰，你有主张，一定啊，你就把事实真相看得很清楚，看得很圆满啊。所以戒定慧这三个理念呢，是佛教化一切众生的讲经说法的总原则啊，总纲领，称之为三学。是，他们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啊。密不可分，对，没错。法师，那么六度又是说什么呢？六度是佛教给我们处世待人生活的守则啊。现在我们讲守则，要遵守的原则啊，这个大家好懂啊。这是六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无论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从事于某一种工作，我们现在讲从事于某一种行业啊，无论是在家出家，都一定要遵守的。所以这个叫菩萨道，就你要是做菩萨，一定要遵守这六个原则，守着这六个原则，你就是名副其实的菩萨了啊。这里面第一个呢是布施，布施的意思就是叫你放下啊，布施叫你把工作放下，事放下，是叫你把心里面那些忧虑牵挂烦恼放下啊，这才叫真正的布施。所以现在大家很多犯的错误，认为一看到布施，哦，到寺庙去捐一点钱呢，做一点好事，认为这就布施了，这把意思错会了啊。当然这个也是布施，
不是布施真正的意义啊，布施是叫你把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卸掉啊，把它放下了，这才是真意。第二个呢，持戒，刚才讲持戒就是守法啊，一定无论办什么事情要循规蹈矩啊，要按部就班啊。第三个忍辱，忍辱就是耐心啊，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耐心不能成就啊，越是大的事情啊越要有很大的耐心啊，你才能够有成就。第四个是精进，精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求进步，决定不能够保守，决定不能够啊，这是得少为足，这个不可以啊。现在的社会大家晓得，科技日新月异，如果你不进步啊，你就会被时代淘汰掉了啊。所以佛法讲求精进，无论在德行上、在智慧上、在技术上，乃至于在生活上，都要不断地向上提升啊。所以佛法它不是一个落伍的，它不是一个守旧的，永远在前进啊。第五个是禅定，这个禅定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有主宰啊，不轻易受外面境界的动摇。最后一条是智慧啊，你没有高度的智慧，你无论做哪一桩事情都没有办法达到圆满啊。所以这六个原则一定要遵守。是的，特别是菩萨。是，法师您刚才提到布施，让我们大家有个正确的观念，原来布施并不是说让你去到哪里去捐点钱，去救助点什么贫苦的人，然后就是做到了布施。其实呢，布施是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烦恼，放下心中的一些个杂念。但是法师，这点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相当难的。那么一般人就是因为这个杂念烦恼太多，自己控制不了，不晓得法师是不是可以指导我们一下，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达到这一点呢？这一点呢，的确初学的人呢是非常困难。他为什么放不下呢？实在讲他是没有看破，他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假如彻底明白真相啊，他自自然然就放下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一生讲经说法了，为什么讲般若讲了22年？般若是讲智慧，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把他22年所讲的总归拿起来，就是一部心经啊，260个字啊，或者再详细一点，中国人喜欢念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一部小册子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的精华都在其中啊。这里面最重要的，佛告诉我们，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心是能得了，我们这个概念的能得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不能得到的，是虚妄的东西，不是实在的。你所得的是，无论是物质也好，啊，或者是精神方面也好，佛讲的，你所得到的这一些物，这些物是什么呢？这些物啊，它都是因缘变现的，是缘生法了。语言我们今天讲条件，许许多多条件啊，集合而形成这个实相。它没有自体啊，它没有本体，所以说是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幕后啊，他做了一个总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梦幻泡影啊，是讲宇宙万有一切现象不是真实的。现代科学家也发现了，啊，你看他们用分析的方法，把这些物质分成分子，
分成原子，分成电子，到最后一分析才晓得，哦，事实真相是这么回事情。这个佛在3000年前就做详细的说明。那么这些幻象存在的时间，佛给我们讲很短暂，啊，它不是真的永恒存在，所以如露也如电，啊，这个露是露水，啊，我们现在看到，哎，它存在有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是它的相续相，不是它真相，而它的真相呢是刹那生灭，啊，这个刹那生灭是非常短暂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得出来，而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生灭就是不生灭，因为它时间太短了，生就是灭，灭就是生，所以生灭那个界限呢已经不可得了，所以佛法讲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实在就是生灭它的真相。了解这个真相啊，我们的身心就放下了，放轻松了，晓得是一切法不可得，然后啊，你才能够随缘，随缘就自在了，你就不会攀缘了。攀缘，我要想怎么做怎么做，那是自找苦吃啊。是啊，一切都能随缘，你就得大自在了啊。这个才过真正幸福美满自在的生活。是，也就是说要看透真相，了解真相，自然心中的杂念烦恼就放下来了。还有在六度当中，刚才法师提到禅定这一项，我想禅定也是一般人非常想学但是又很不容易学到的，也请您指导一下好吗？禅定这个名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做定。啊，禅的意思就是不着相，用现代话来说，不受外境的诱惑，这个叫禅。定呢是不动心，啊，心里面常常保持清净，啊，不起分别。不起烦恼，不起执着，这就是定。说在慧能大师他是听金刚经开悟的，所以他解释这个禅定还是以金刚经来的。佛在金刚经里头有两句话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不取于相呢就是禅，如如不动啊就是定。那么由此可知，禅定修禅定不是天天在面壁打坐，面壁打坐那是你的一种啊。其实行住坐卧所有一切活动，只要你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你就是禅定。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些菩萨们呢，他们禅定在哪里修呢？在市场啊，那个经上讲市禅呢，用我们现在话最热闹的商场啊，他就逛商场，他逛商场上他修禅定啊，这个意思就懂得你就明了了。他逛商场的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会啊，样样清楚样样了解，但是所有这些琳琅满目的不能诱惑他，他不受诱惑，这就是禅。他心里如如不动就是定啊，所以人家逛商场是修什么呢？修定修慧呀，啊，不是凡夫的事，一看到这个就被吸引住了，哎呀，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就动了心了啊，那个禅定就没有了。所以诸位要晓得禅定啊，那是真正的享受啊，定慧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对，不受诱惑，然后就是禅定了。对，不错，各位，外不着相啊，就是不受诱惑。是啊，不受诱惑就是禅。是啊，理念如如不动啊，这就是定。这样好好的修了啊，所以禅定就在生活当中，就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说到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其实佛就是生活，佛学就是生活，对，就是。那么在这个五大科目当中还有十愿，
法师，这个十愿是哪十愿？那么跟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十愿是高等的修行法，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一般的时候能够做到六度啊，就非常圆满了。而六度真正做圆满，才能够啊进入普贤的十愿。普贤十愿的特色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换一句话说，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平等，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修这个普贤十愿。普贤十愿里面，譬如讲第一条，他讲的离净诸佛，这个是修净。诸佛是指谁呢？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并不是讲已经成佛的那些佛是佛，因为它是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除了这些，所以说有情之外的时候，它还包括了植物跟矿物，这是华严的境界。华严说，情与无情同源同质，不但我们这个有情的众生，就有感情的，我先讲动物，动物能成佛，植物矿物都成佛，所以这个恭敬心，修这个恭敬心，真诚恭敬，对人对事对物，那这就是普贤心。如果你还有一个分别，还有个妄想，你这个沉静呢就没有了。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来修六度啊，那就是普贤十愿。我们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还有高下，那就是六度就不是十愿。所以十愿跟六度的差别就在此地，一个是真正的清净平等心，一个清净平等那个程度还不够，差别在此地。